好，开始，开始了。要不压一个，用这个，用那旁边的压一个，那不是有吗？好，我坐到这里了，然后我再用这个来压。好，看一下效果。嗯，可以，挺好的。可以了。嗯，可以了。好，一会儿我再把那个发给你，把这个视频跟那个图连到一起。